这是青楠的学费，这是我个人一点心意，这是青楠给我打掉的牙齿，这个我要自己收藏。啊，校长，我求你，是我要求求你了。我们学校实在容不下林秋楠了，求你们放我老头一条生路。打老师，打同学，打校长。加州不要你，新奥尔良州也不要你，就连德克萨斯州也不要你呀！都怪你宠他宠成这个样子了，现在州州都不要你了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去亚洲。亚洲在地图哪里啊？啊？亚洲？我不去。你必须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老爸。老爸，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去亚洲。儿子，亚洲好，亚洲啊，有舅舅，你不是超级英雄吗？你可以帮妈妈保护舅舅。舅舅长得丑吗？如果太丑，我很难保护的。什么鬼？这么老？到机场，那你可得替我照顾好他。在我们学校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阿姐，我的音乐梦想基金你可千万别忘了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忘不了的啊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已经看到秋楠了。I love you, baby。老师，袁老师，你是要去哪儿吗？嗯，对啊。要不然我送你吧。好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安然老师，那个，你真的要去美国呀？对啊。我觉得是一次交流学习的机会啊，对。那我外甥在您班上，就麻烦您多费心了。嗯，你就放心吧。袁老师，啊，我就不麻烦你了，我真的得来不及了，谢谢你啊。别别。箱子里的东西可值100万呢，我们要发财了，我马上去接你啊。算了，你就在那儿等我吧。
咱们问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小朋友？请问见过这个小孩吗？没有。你有见过这个小孩吗？这么高。说给你100块钱买糖吃。十来年没打架了，你非得逼我是吧？我打不过你这人了！黑虎偷袭了！小朋友，电话给你拨通了。Thanks。啊？哦，不用 thanks。Hello， 是警察局吗？兔子，小朋友，警察叔叔很忙，别闹了啊。兔子的话，你就自己拿回去养吧。啊？兔子，听好了吗？小杨同志，麻烦您了，一定要找到我外甥。啊。我的车可算是赶上了，知道吗？我可是的哥家的吴彦祖。吴彦祖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相声界的曹云金，听说过吗？不认识。不懂吧？美国长大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什么不知道？你手上那个小兔子可挺可爱的。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知道，最后不就是乌龟赢了吗？你看，错了吧？最后是乌龟和兔子一块儿赢。钥匙呢？秋楠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满世界找你，女厕所我都找了，你个小屁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谁小屁孩？你。我来中国是来保护你的。不不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找不到你？我。
你管得着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手机丢了。是理由吗？你给我打着。喂，姐，我刚才手机丢了，还刚找到，我们俩早在一起了。你，他吃大餐呢。你要找他？喂，妈，我跟你说实话。不要啊！其实我挺喜欢中国的。好的，挺好的。对不起，请原谅。箱子里的东西价值连城，找不到箱子，杀！这是什么意思？睡觉。我不跟男人一起睡。哼，我是你舅舅，不是男人。舅舅不是男人吗？舅舅是男人，但舅舅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男人。来，往那边点。那是哪种男人？舅舅是一个……哎，别管了，睡觉吧。我很认真的告诉你。出去睡。哎，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出去睡啊？手机拿来。干嘛？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那你不也养乌龟了吗？乌龟没毛，你让他给我出去！哎，你救他！我警告你啊，我是你舅舅，这是我家，我不许你养兔子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你救他！别动了，别动，别过来啊！你救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别靠近我！你干嘛？别过来！不对，回去。各就各位。不许捣乱！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安可。拿，这是我的一个超级优秀勋章，给你。谢谢。有了这个勋章以后，你就能变得很厉害。马老师，马老师。啊，好好好。马老师，马老师。好好好。
干啥呢？叫校长。哎，就校长，我监督一下学生上学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好好好。你看你这个肚子。我这不早上吃多了吗？老拿肚子说事儿。哥，说啥呢？你这书到了，到了，爆破！哎，马拉松，这太好了。哥，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啊？你说你都能写书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兄弟啊，啊，人啊，总得有点追求。是，我的人生目标呢，就是当一名爆破专家。哎呀，谁曾想当体育老师了？你有啥人生目标？我的人生目标，我就想当一个歌星。你死了这份心吧啊！你呢，就做保安，做到保安小队长，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。行，好吧。马老师，哎，马老师来了，来了，快走啊，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哟，马老师，安老师，好巧啊！你说上班的时候我们都能碰上，一起走。好啊。哎，最近呢，我出了一本书，《爆破专家》。爆破专家。听说你要到美国？嗯，对啊，我就是去那深造学习一段时间。我也申请了去美国。哎，安可，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林老师啊？大人的事啊，小孩少管。你喜欢他，你就应该告诉他。我警告你啊，待会儿见到安然老师，不许乱说话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安然老师。老师好。嗯。啊。早啊，安然老师。早啊，袁老师。你就是林秋南吧 ？Yes， 姐姐你好漂亮。别乱说话，叫老师。老师姐姐你好漂亮。不许调皮。安然老师，我这外甥刚从美国回来，可能还不太适应，麻烦您多费心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多关照他的。I love you, love you, my baby. 你的眼总让我沉醉。风吹起你的头发， yeah, 感觉像在飞。Yeah. My name. 林秋南，不许壁咚。我在 say hello。我叫林秋南，今年10岁了，来自 America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成为了 superhero。我来中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拯救你们。Yeah. 在美国所有的校长都被我征服了。哎呀，老师，麻烦你也出来一下。我能坐这儿吗？老师让你坐这儿了吗？我就坐这儿，怎么着？哼！这学生太淘气了啊！你要多加管理啊！另外呢，这次去美国交流，全国就这么几个名额啊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！秉承咱们学校的优良传统。好的，校长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哎，你胖了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新来的，这才是我们学校的老大。还不赶快叫老大！老大，你们也太 low 了吧！